记者陈慧玲台北报道。女子天团 SH 一金11天欢庆17岁生日，晚上将在两厅院艺文广场举行17音乐会。虽然距离开唱时间还有两个多小时，但今天五点之后现场推估已涌来超过15000粉丝，人山人海，期待今晚与 SH 一同欢。唱片公司发出的票券有12000张，但在门票区之外的两厅院楼梯间目前早已坐满人潮，好座位早已抢空，就怕再晚一点下班下课后会涌来更多人潮。不止粉丝期待， SH 一团员也很兴奋。 Sliner 发文， SH 一17岁庆生音乐会，只要你网络保持畅通，不论在哪里我们都陪你17。昨天 SH 一彩排时仍大雨不停，但今天天气放晴。 Ella 开心说，我们果然是太阳之女，生日快乐 to US。 两厅院楼梯也挤满人潮等看 SH 一演唱会。记者陈奕宽社 SH 一期待音乐会登场。翻社自脸书，17周年音乐会，记者陈奕宽社，自由广场已涌入大批歌迷要看 SH 一演唱会。记者陈奕宽社， SH 一17周年音乐会尚未开始，现场已涌进上万人。记者陈奕宽社， SH 一17周年户外音乐会。记者王文林社，